尽管国安会频频呼吁政府关闭联合国难民署在我国的办事处，避免外界插手我国内政，不过外交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却表明，只有在我国能够发出难民证件，并且有系统的管理难民事务之后，政府才会考虑关闭难民署的驻马办事处。部长今天在彭州关丹召开记者会时说，外交部确实收到各方的关闭要求，但我国距离能够自行处理复杂的难民事务还需要一段时间。蔡福丁解释，政府需要时间研究并且推出本身的认证系统，才能够向国际社会证明，在处理难民问题方面，我国政府比联合国难民署更出色。他强调，无论关闭或延续难民署办事处，我国对待难民的人道立场从70年代开始就不曾改变，甚至比那些签署难民公约的国家做得更好。